希，怎么打希腊应该有吧？希腊。OK， 干，全部解放，六星对不对？还是我现场解一只，现场解一只，反正我这个多的要死。干，官方再不给我出这个鸟的东西，我真是永远不玩了啦！哦，来现场，黄甫哦，你这，我不知道哎，黄甫，我现在对他的印象只留在三路哎。宙斯那个时候肯定是还没有路西法的吧？至少是大的路西法。好不好？需要队友吗？不要，用兵就有了。所以北欧已经逆转了嘛？这个时候的希腊，北欧已经逆转了。那我可以，有嘞，这里没有满记。哎、欸，带个逆转北欧。我有没有七星宙斯啊？我还真的有哎、欸。不对，这个不是七星，这个是旧版。我有没有黑脸宙斯？哎、欸。宙斯那个时候有没有解放啊？哦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但我没说，没有，我刚刚没有问什么问题，但我没说，我刚刚是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，哎、欸，按延禧带一下，还有什么？闭嘴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有什么能带？奥丁吗？那个时候奥丁解放没？奥丁解放了吧？哇，这什么什么他妈的八星大阵啊！救命啊！这样好，就这样了。有龙科了没？我记得有那个，我带这个好了，不是这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恶星被我删掉吗？有一个恶星的神族龙科，那个时候超屌的，联赛给的，我有没有留下来啊？有没有？一般龙科龙纹，我没有留吗？啊，有在这里。对，哇，80%生命力，强无敌。啊，就这样了 ，Go Go。欸、你要不要听一看我在攻啥小？这宙斯在这里，我怎么记得我之前好像玩过类似？哦，我玩是玩地狱是吗？我跟你讲，反正以前的那个希腊神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延禧带上啊，所以光希腊才会那么多人喜欢玩啊。好，看来怎么样？直接雇一个。Go go！ 对，你看这个对讲机暗之联动，这算不算那个我打我自己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带黑宙斯啊？因为之前哎干闪退，哇，连我的手机都 handle 不住那个宙斯的力量了。好，第一关，对，哇，这第一关也是很那个、欸。我们要转出的队伍，救命啊！没办法记，记十二要不要随便？我其实可以吃几个异彩，就是。哦，嗷嗷！哇，那时候在那个时候队伍这个血量也太可爱了吧！宙斯，我觉得我从头到应该也用不到宙斯，说真的，这个而且重点是这队伍已经够贵了，好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队伍是什么组的？这个队伍是逆转的北欧神、解放的蜂王、解放的蜂王跟解放的双周、欸。解放双周听好 low。有过这种有吧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北欧逆转北欧神虽然没有多强，可是也是那个时候不错的队长哦、喔。然后这队好像有点太胖了。对，没满记才是来自过去的战术啊，对不对？超有道理的。对，顺便让玩家体会一下那个时候的队伍打起来大概什么感觉。对，你看强化的这东西还有反击哦。我记得那个时候看一堆队伍看到这个东西超可怕，因为你每回都要做强化珠。然后那个时候五连做强化珠还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。上一杯可是看起来就很豪华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暗处就一堆很豪华的东西啊。盖墙，天哪，这个名词。哦，这关我有印象哎，对。然后下一关是什么？血量归一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十二宫图还是粘在一起的。
还是有没有记得这个是旧版的希腊啊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玩的新版希腊怎么降都是那种二三十康起跳、啊，对，旧版的希腊就只会这样降。咦，要死喽！而且以前的希腊也可以一坨一坨砸，所以以前才会有那种什么围城，什么吃围康之类，现在不行了。哇，这关好像一波过去了，不容易出事哦。我们开个奥迪鸭血，对，路基大号令，哇，这么豪华的爆发，哇，还添加新诸位，人真好。好小声，有吗？真的假的？哇，我打不打得到加基啊？其实我很好奇。拜，你看人家那个时候观感还会有这种正面的负消，还是把你消到那个会死的状态。打到应该可以吧？我感觉我压一波血应该可以。我在想哪个技能是？如果那个时候筑一个墙的话，哎呦呀！不对，好像在开宙斯才能这样搞。对，然后这一波把血量压好，宙斯组合技，而且伪王瞬间还是光的，对，压龙科六十几万。没有，要开宙斯组合技才能这样搞。哇，我剑士关当初搞死不少人哎、欸。你他妈是要降多久？对，那个时候开个暗炎息就是哇！不要这样说，没有啊，就是等之后爆发的时候再说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快忘记那个竹墙这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了。而且我手痒，我想转猪。这是玩到什么技能啊？是还是那个很经典的那个固定获血100%吗？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啊哇！哦，没，他只是重置而已。OK， 我以为他顺便把它消掉了。哎呦喂！可不可以压血啊？打我！那我北欧城应该往后放一点。你们看那个时候王冠对电三克跟扣一百。希腊城那时候是要求手消啊，那这样我是不是要断印记了？笑死！不然快跳了。好了啦，降爽没？降爽没？好，降爽没？啊，哇，好痛！是哎、欸，哇，那我这个现在神是来不及回来了。我想开那个宙斯印记说，哇，这样叠不满了，哭哭。刚刚场面上没有暗战，我看应该要作弊一下，拿那个角色珠出来用的。哦，李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？你这个都危险，不行哎、欸，只能，他王二是一级啊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攻速变更这种东西哦，所以王二是第一哦。对，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攻速变更，哇，我们相信。因为我好想开宙斯组合技哦，我们相信。
行不行 ？OK， 这种显然太少吧？那感觉不能这样哎、欸。来看个宙斯组合技，哇，凝练凝暗之印强，你那个时候屁股后面加一个强就觉得好强。然后是这样吗？好、哦。姐，那个时候收拾手机也没有要多强，等现在要加金藤好了。手机没有、啊，我有开啊，可是右边吸到断掉了、啊。不、哦，可恶，我的爆发！对我这种歌会补血，这种歌补血跟旧奥丁的互动是怎样啊？有点忘记了。哦哦，不，哭啊！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次改说这龙哥不会影响奥丁的吗？咋啦？本来就是一个这样，就是一个这样子。没有，我印记断了、啊，而且不知道那个补血会影响到。哎、欸，跨日嘞、欸！哇，12点钟才开啊，各位。远古版本是这样吗？对，以前没有，以前会影响到，以前龙哥补血会影响到，会影响到那个奥丁的压血倍率，以前会影响到，现在有一些新的不会啦，所以哇，虽然说不需要这个，不缺这一只啦，哼。